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毛马哥，我是沈永凯，阿拉两家人呢在上海个滑稽戏，是个是个，也是独角戏，不错不错。那结果你认为啊，独角戏是一个人表演啊？一个人表演独角戏有的呀，一个人表演有的，哎，一个人表演叫单口独角戏，对对对，两个人表演像阿拉个叫单口独角戏，不错不错。三个人一场表演叫群口独角戏，有的，一百个人，这个叫啥？这个是阿拉看独角戏，看独角戏。我是新东卡啊，我肯定是炮手，我是过来了乘轿车，我是骑的是导航，我来了乘飞机，我是空中小将，我是个送货包，我肯定考试是，我来了接氧气，我找码头可以开进去烧的，啥进来弄啊？这个就是独角戏啊，这个就叫一等一档，一次一场。